奇，今天我们看，好漂亮！我一样要来炒老板了。你看我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康的？你看他之前做那个六鱼企划，他花了三天，他花了三天就把企划拍完。然后他就是依稀的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我好想吃烧肉。”所以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哎哎。睡觉啊！哎呦，先出来吃饭啊！吃饭时间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啊。好，来。哦，狐狸，大小，出来露营，烧肉店哦。哦，好累啊。好啦，哎，我觉得你真的很累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超豪华的一头牛的经典同捆包哦，崇德路那一间啊，对，没错，很屌哎，而且它这里有熟食，你可以吃了。来来来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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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吃哦！这好好吃啊！哦，我刚刚去鱼干那里拿了这个，这个是白饭。鱼干在那里开箱一堆白饭，超酷的，大家可以去。哎，真的是饭哎，可以这样子焖哦。大家可以去鱼干的频道看，他开超多饭的。来加班哦，他。早安，直接睡到12:30，哦，好爽哦。嗯，所以今天的早餐算是早午餐啦，然后我准备了法式吐司。I would be up waiting for you if you had to leave. I would wait a lifetime if you were at sea. I just wanna say.Maybe we should hurry up and seal the deal. Oh, oh, I just wanna love you. 来，法式吐司啊！好吃了吗？还没。那你要吃我吗？好吃吗？吐司？很好吃啊。嗯，好。右喵上，你看我这次露营买了三个小灯灯，超可爱的，就是那种超 mini 的，然后它是蜡烛灯。你知道为什么会买蜡烛灯吗？因为蜡烛灯比较便宜。我喜欢那种火这样子很疗愈的感觉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这种小蜡烛它烧不久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我发现蛮多人都把这种蜡烛灯改成油灯。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个，大家在那种……它不是要改成 LED 灯啊？那个是你的等级啊！在了工作室支持。哎，什么支持？我们是依照 level 等级做事情的。我这种初心者，那种简单小手做，我们就做这种把蜡烛改成油灯，因为我觉得蜡烛这种蜡烛要一直买很浪费。我今天呢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今天还准备了这个。工具箱，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准备一些什么手钻啊，也不用到就是这种等级啊，因为我今天找的这种材料呢非常简单，我是铝合富翁，就是这种铝。
铝盒其实都很好找，然后尺寸又很多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始改造我们蜡烛灯变油灯，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！小企划啦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录影呢，就继续的把它享受完吧。这一次呢，就是我在水秀农场的露营 vlog 影片啦。那里面呢，有一些什么小手作啊，或者一些食物食材分都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也要记得，哎，靠，哎，不是啦，怎么？